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凯学频道。这期的影片内容是介绍新的职业技能，有新增新的职业技能的职业有 Ranger、Gunner、Force、Texture、Braver。 这五个职业所新增的新职业技能的效果是，在不成为敌人的攻击对象时，你的威力会增加 115%。 要如何检查自己是否是成为了敌人的攻击对象？就需要检查敌人的名字前面是否有一个红眼的标记，如果有红眼的标记，就代表你是敌人的攻击对象。使用这一系列技能最好的时机是在你的队伍里面拥有一个 Hunter 并且吸收敌人的仇恨值的技能。额外补充一下，这个礼拜可以获得 Master Cube 的方法。第一个方法是透过刷活动点数来获得这个 Master Cube。 第二个方法是在沙漠的 Rank 5的地下层刷三万只怪。第三个方法是使用五个不同的职业去通关第三阶段的单挑副本。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内容，如果有任何补充或者想法的话，欢迎到留言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